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身上你摸哪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知觉感觉。那譬如说摸我们脸颊这个地方啊，很清楚。那有些病人譬如说在颜面的一个骨折，像这个上颌骨的一个骨折的时候，他这里摸起来就会觉得怪怪的，好像很木然的那个感觉啊，麻木的一个感觉，理由在哪里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颜面上颌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一个开口，这个开口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黄色，所代表的就是第五对脑神经啊，它在末端的一个开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第五对脑神经啊，这个牵涉到的一个范围，它事实上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脑神经，它可以去支配着我们颜面许许多多地方它的一个感觉，包括牙齿都是它来支配的，所以它叫做三叉神经啊，意思就是说它有三个最主要的一个分支啊。譬如说现在蓝色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三叉神经中第一个这个分支的这个部分，所以会跟眼睛啊这个地方是有相关性。第二支就跟我们的上颌骨这个地方刚刚提到那个神经是有相关的啊，透过这样不同的一个分支啊，那就可以让我们颜面的这个感觉很清楚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往上传送过去。所以第五对脑神经啊，三叉神经啊，它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颜面感觉的一个神经啊。那跟运动有关系是第七对脑神经啊，也就是颜面的一个这个表情的一个掌控非常重要，就是颜面神经啊。那个颜面神经它本身不太会当然随着年龄啊，这个每一个器官都会有些老化，颜面也是会有些老化。老化的一个结果啊，老年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流口水，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打瞌睡的时候，这个口水的一个流出来的一个量会比较多，或者不自主讲话突然间这个口水一下子会噎到。为什么口水在年龄大的病人会稍微比较多，跟我们的第七对脑神经事实上是没有关系啊，跟我们的颜面它本身的肌肉，我们的皮肤比较松弛的结果，口水蓄积在我们的这个脸颊这个地方的量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颜面神经虽然它控制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因为口水在这个地方量多，所以它流出来的一个机会就比较大。所以透过画作中我们大概就可以去了解这个随着岁月我们的一个表情会有一些改变了。当然这跟心境也有关系啊，但是跟我们的一个人体结构当然这个关系啊显得更密切一点。这位画家叫格勒兹是法国18世纪的一位画家，他的自画像年龄有一点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他的一个画作里面把那这种精神面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张力啊，去把它刻画的更加的明显。譬如说这简单的就是一个音乐弹奏吉他的这样的一个乐师啊，可是你看他肢体是这么样的一个有他的一个力道在，然后脸上的表情眼神也是有他的一个希望把这个音乐的一个灵魂啊去给他释放出来，好像现在我们摇滚乐一样啊，在当时18世纪啊他的一个画作就可以去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张力出来。好，那年龄是有一点啊，可是年龄怎么样去克服年龄的一个问题啊，除了持续保持年轻的心以外，这个传承还是非常重要。所以要找好的学生来教来学习啊。这个他的一个学生是这样子，哇，他的学生的画作是这样子，这个学生的一个他的学生叫普利叶18世纪法国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把那个当时的女生你看又在用点点的一个花朵，然后去呈现出那样一个娇柔美丽的那样的一个神情跟模样让人家非常喜欢的。他的自画像，这位普利叶就是这个画家的
刚刚提到格勒兹的女学生啊，她的自画像更可以展现出女生世上那份跟男生不太相同的情感的诉说面了、啊。她自画像是这样子、啊。一般的男的自画像就会雄赳赳气昂昂拿着一个调色盘，然后再刻画出人生的种种。你看他反倒是头稍微有点偏着一边，若有所思啊。但是你看他的眼神的清澈，还有透露出来那一份对于一个世间的一个关怀面、同情面，反倒让人家感受得更深刻啊，而得到当时啊法国沙龙的这个画坛的沙龙的肯定啊。而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之前呢、啊，女生是不能，女画家是不能进沙龙去参展的，在那个之后才可以。所以这种革命啊，也影响到艺术画家的一个呈现。所以女画家基本上是比较辛苦的。这是另外一位女画家，瑞士的女画家，也是18世纪。叫考夫曼，他说他的抉择，你看他的抉择是什么？一边是这样的一个调色盘，一边是这样的乐谱，那么各有代表的女神啊，好像都希望他来这方面来投入啊，所以到底要选哪一个方向啊？这是有时候是确实啊，人生中面临许许多多的困境中，其中非常常见的，对于职业我们大概要怎么样的去选择最有兴趣的东西啊，考量的事情是要考虑很多的现实面啊，或者是兴趣面啊，永远都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医疗，当医疗的一个选择只有一个唯一的选项的时候，就表示其实这个医疗的进步啊还是有一些需要再努力的空间。当它的选项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个进步啊，医疗的一个进步啊，让人家叹为观止啊。一个4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那么摸到有一点点乳房的肿块，那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个肿块确实是很明显的，在超音波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透过乳房摄影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有问题的点是在这里。所以这个不是就很简单，我们就是把乳房做切除，整个切掉。那像以前的话，要切到的范围还很大的一个状况，淋巴腺也整个清掉，是这样吗？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肿瘤它的一个表现度可能不太相同，它的侵犯的程度也不太相同，所以我们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分歧来去选择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式啊。那么淋巴腺的情形怎么样子啊？到底有没有转移啊？这个都可以透过像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前哨淋巴腺的，我们把它摘取以后来看它到底有没有转移啊，来去做整个后续我们该治疗的一个评估啊。所以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方式是局部把乳房做切除，不是整个乳房切除，局部切除淋巴腺再清掉，结果发现这个淋巴腺没有转移的这个状况，那么后续呢，但是要给他，虽然肿瘤是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在开刀中给他做放射线治疗，意思是说不是等到伤口好了我们再去做放射线治疗，局部那个最需要去治疗的地方我们可以很精准的掌握的时候，在缝合伤口的时候再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管子到那个地方去啊。当然这个我们已经知道它局部淋巴腺这个没有，所以淋巴腺不需要刻意再去做清除的动作，但是怎么去找出这个前哨淋巴腺，就可以透过染料的方式啊，或者透过放射线物质啊，然后去侦测出这个淋巴腺所在的位置，然后再把它做清除，马上病理就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淋巴腺有没有的一个状况啊，局部再放置一个这样的，它事实上是一个可以把放射线射源跑到这个地方来，最需要做电疗的一个位置，很清楚的可以掌握得到的时候，这个病人在术中就做这样放射线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术后不需要另外再额外做放射线治疗。当然，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癌细胞的一个受体是怎么样子，后续再做一些某些化疗或者是标靶治疗，这个后续再给他做一些考量。所以现在的一个治疗绝对不是只是说一朝一夕啊，就是整个乳房切除来去解决所有乳癌的一个问题啊，而必须要根据这个病人的状况好好去做一些评估跟考量的时候，能选出一个最适合让这个乳癌可以根治的方法。所以人生的抉择啊，要做出决定的时候，诉诸感性可能比理性更重要。感谢您收看。
再见。